什么意思？马樱花，别叫我樱花。那我应该叫你什么？你叫我肉肉。那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狗狗。狗狗？肉肉？狗狗。父亲大人，您在儿臣的蜀国已有半年之久了吧？我听说两个弟弟四郎和三郎也非常想念，难道您就不想去看看他们吗？徐三观，请你记住，即使我做了什么，我也永远都是大乐、二乐、三乐的亲妈。哟，昨儿还八毛，今儿就一万了，别以为老娘没见过钱。想当年，我也是怡红院的头牌。二十年，生死两茫茫。弹指已挥间。老师好，我叫李姐，来自江苏洪泽。老师好，我叫崔毅，来自安徽合肥。老师好。我是杨东，来自四川雅安。老师好，我是娟子，来自辽宁鞍山。老师好，我叫曾辉，来自四川成都。老师好，我叫肖显鹏，来自黑龙江。老师好，我是张明，来自重庆。老师好，我是林继东，来自大连。老师好，我是温真荣，来自贵州贵阳。老师好，我叫王东方，来自长春。老师好，我是王婷，来自北京。老师好，我叫张维维，来自大连。老师好，我是戴琪，来自山东济南。老师好，我是丁妮，来自北京。老师好，我是康南，来自哈尔滨。老师好，我叫夏洋洋，来自哈尔滨。老师好，我是赵娜娜，来自吉林长春。老师好，我是李毅，来自天津。老师好，我是吴丹，来北京。老师好，我是盖毅，来自山东烟台。老师好，我是于乐，来自长春。老师好，我是张晶晶，来自吉林通化。老师好，我是张媛媛，来自北京。老师好，我是程小玲，来自重庆。老师好，我是海清，来自江苏南京。老师好。我们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97本科班的新生，向您报告。没想到吧，我们来了。哎，这个对我来讲太……他们已经二十年。弹指一挥间。学生们好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好，师傅好。我们是彼此青春的见证者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